了下午，晒干了衣服，有了云的温度，我加快了脚步，转到了通往公园的那条小路。今晚好事会放烟火，打发时间。还早了一点，你还是没出现，我就躺下来靠着树，身在莲花公园。红色浪潮退却，白慢慢出现。傍晚，我们燃起火。